要先打什么？我在打浮人强攻。哦。我班是有 CK type trip， 真的、哦？是按什么？是跳跳左右。看看看，网路不好，网路不好。结束了，还有一场。看错输了。你可以先玩那个石头，看你要先玩。我是在练习丢技能。我邀你啊！你觉得要先玩哪一个？要先练习丢技能，练枪。练枪。哦。
Match found. Deathmatch. Warm up. ，那个捍卫者，战神是吗？战神不是吧？好像是可以改练这个，然后练几个。Can someone get this?有一个在那跳下去，好笑。反正练点头阵原来他不能连发，他人强。对啊，练一下，练一下。这怎么被两个人打？没点到头啊！打两发身体没打头，我操！我操！
Oh my gosh！ 我打他，你打我。我靠腰，走掉。我操！啊！这人转超快的。哦，白痴，有一个在那里面，干你啊嘞！对，听说不要蹲射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是，然后高端都说走射比较速度比较快。干，那边是蹲。喂？现在这个脚没有上头。干，他们那是蹲，妈的！马枪真的好难哦！哇，又中不了头哎！呜。很强哎，杰迪。这有个洞可以走哎、欸！没中头，没有中身体。啊，没有中身体。看，没有中手哎！灭掉头！啊，这样他是屌！哇，他是两发身体！哼！
我去打赢他了。干得不错，你们家。嗯，怎样？没有，再来一局。我看我的契约完成到哪了、啊？再一点就可以玩角色了。Match found。那练习怎么样？有没有都打头啊？不知道哎、欸。你没有在，你没有在研究哦、喔。研究怎么尽量 K 头啊？有啊，有尽量 K 头啊。他们说拿那个什么，就我刚说那把，捍卫者吗？哎、欸，可以练习的。我之前很常拿这一把，我觉得他射速有点太慢。嗯，就是只有点头啊，没有啊，拼不要拼点，肯定要拼射速啊。太多枪声的时候都不知道看哪里、欸。什么？太多枪声的时候不知道看哪里啊？就没办法，看到人就杀这样子。是不知道走哪一条路啊，也不知道瞄哪里啊，就随便乱走、啊。没有中。然后拿那个什么神射手吧，然后也可以打头神射、哦。嗯，练习打头。要练习打头的话，好、啊，我拿捍卫者。My smokes can block the enemy's line of sight。他是真的偏难用。嗯，这速度真的很慢。Watch and learn。真没有压枪的机会啊！嗯，两发头要点要点掉，一发就可以吧？一发就死，他一发就会死，他一发头就会死。哇，那人家也都是一发头啊！哎，两发身体好靠腰哦，打不到头，难怪不会死。啊！被蹲了。一直面试上了没啊？对的。还想过来？哦。操，被夹击了！干，他杀掉了，附件是三八身体，好烂！他三发都没中，哦，这个真的强啊，真的都中手，厉害！
跳进来。Oh my gosh！ 哇，没中头。哦，我的东西很奇怪啊。什么东西？没开照镜啊。反正不开镜啊。开镜，开镜就不是练这个的目的，也不是吗？这游戏反正就很少在开镜。我是都会开的。两发身体，这两天难。第八身体，那有一个人在一直在重生点那边 A 了。重生点是同一个地方啊？不是的，是防守方重生点。啊，死了吧？那是同一个地方啊。打我后面，打你后面没点要跑啊！术法超强，有哎、欸，大旗也在追球头哎、欸，大部分人被打死也都是打头居多。是啊，嗯，嗯，没错，真的。他不是哪里发枪啊？这可能还是弹到身体上。我操！这怎么在这里？妈的，打到头好乱！小心 man， 中了一发，是偏难的，蛮难的。但这游戏好像是这样玩的，对啊，这游戏本来就这样，一定要点头、啊。然后就是不能开镜啊。开镜我是觉得还好哎、欸，就不行啊，因为甩不动啊，他就是要投这样，不，这游戏甩枪蛮重要的，这拿巨枪比较，然后不太会用，射不准。
换神射手看看啦。神射手还是贴点头。是一口局的时候逆转用的。神射也太难用了吧。真的难欸。不行啊。世界上目前最玩的这个最强的这个玩家就用这个。用神射手的。他要 Tent。神射手超强。我还是拿捍卫者。这个练一下爆竹嘛，练爆竹，等下可以去打那个爆竹是？嗯，哦，然后下手没？啊！练习一下暴徒啊！嗯，我也拿暴徒。疯狂加枪哎、欸，好笑。我操！突然间补一堆人，这样七八，还人会垂直冒出来。我靠！为什么生存在两个人中间啊？我靠！我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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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被狂被夹杀！半英里，很多人啊！对啊，欸，我发现游戏加枪其实有乐趣啊，是吗？这很随机啊！你还在蹲干？就是可以突然间把人家那个操烂啊，用赛的。对啊，我操，赢不了，赢不了欸！这到底要不要换子弹啊？应该不用吧。
走。哇！哦，Oh my gosh！ 两边都是人，要我怎么打？上去。好惨啊！哦 ，Oh my gosh！ 啊！哦，为什么这一群人来打我？操你妈的！怎么那么多人啊？看见。好，对吗？两零。什么？没有。零。有哎，第八有，第七有。哎。对吧？最后一把是头吧。我操！我操！一百。哦。又被加起来打，一百。哦。嗯，我操，准那个，后面，我操你妈，起来！快，最讨厌生成在这边了。可以卡住了，好，还有就赢了。哼哼，谁来啦？讲什么来了？怎样说好了没啊？他就那个线跟那个坏掉，那个不是线，那个通话功能跟那个都没了，连相机都没。好啊，那你就继续用啊，反正这两个应该还好吧。我不知道啊，反正我要玩下一个模式啊。那你先进去。啊，什么模式？等我啊，等我啊，我念个大狙。
可以退啊，可以退啊，等我啊，可以退啊，可以退啊。好，我们再玩吧。不要啊，不要玩瓦罗兰。换完这个啊，换的 Apex 啊，我都上线，你还不玩 Apex？ 干！小枪打两枪，我才死。嗯，他妈一个，哎、欸，我这样讲话会很杂讯吗？离开对战。哈？不会啊，不会哈、啊，那我不连蓝牙耳机了。一点点啊。那要不要连蓝牙耳机？连啊。好。没有，我连蓝牙，因为我蓝牙耳机又不像我那个可以按一键就直接切换，我他妈要切换很麻烦。谁退出了是吗？嗯。可以啊。按右上角那个齿轮，退出自桌面，没有了，退出对战吧，离开对战，桌面啊，重来了，重来了，换我了 ，Play One 啊 ，Play One 啊，瓦罗兰啊，不要玩，不要瓦罗兰啊，不要瓦罗兰呗，换了，不要啊，你跳一下，换了，交换了，交换了，现在已经交换了，再让我们玩一场啊，我们刚好不容易练完枪哎。无能抢攻啊，猛枪！我们打个无能抢攻，你先玩一下新手机，新修好的手机。那你花了3000啊？没有啊，600块啊，600块。就清掉积水而已。那你觉得我 SIM 卡要放在这台手机，还是放在另外一台手机？然后还是如果放在这台手机，就是有人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再把 SIM 卡插在另外一台手机，然后叫他再打一次。北七，那我走吧。啊，为什么不能用另外一台手机接电话？也可以啊，你说就是用另外一台手机开网络跟接电话，另外一台手机就变成无线基地台跟接电话的功能。你这台手机的 SIM 卡是坏了？啊？是吗 ？SIM 卡插槽是坏了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可以插。不怎么丢。那所以嘞，你觉得应该要怎样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你没有回答应该要怎样啊？为什么你要问这问题？不就插着就好了吗？啊，这样就不能接电话。你说通话功能坏掉了？对啊，通话功能啊。那用蓝牙的也不行。不行啊，你说连成蓝牙的哦？对，我还没试过哎，来试试看。我先用蓝牙连到我的 JBL Free。通话功能跟相机啊？你有在拍照的吗？哇，这边超多人！啊！姐走，姐都没了，都没了。
好像没人欸，好像没人。A 吧 A 吧，我操！我操！Spike planted。Last round before the switch.剩两个，那边也都惨了。One enemy remaining。一队一队。Nice。Switching sides。撞哪里呢？应该是可以的吧。喂，还没死啊。战神啊，就是你说要，你说变成哪一把？是吗？是单点的吗？是单点的那把。靠腰哦。还是？不是单点的那一把。这是奇怪的，他有机枪吗？他这样子。
装啊。哇！有人有人。那是别人的、喔。Nice。关掉，关掉，关掉！啊，那个什么，那啥，反正游戏都忘掉什么东西。FX。太过了，不然，那我们玩的正爽。可以啊，我们先上去玩一下。